我们现在来到了河口湖最有名的音乐美术馆。这音乐美术馆进来了，一个人要日币大人是1800，小孩是1000块，1800的1000块。有人说很贵，这是美术馆进来的画面，就是一个漂亮的城堡。城堡呢，刚刚有声音声响，然后没有录到。现在空气都弥漫着有在飘雪的风。最好应该是看到那种美丽的富士山。
战医院，博物馆。嗨，天鹅，哇，接得住哎。